沙老板，惠子小姐来了。有请。哎，请坐。中村君，叶倩倩那边怎么样了？关起来了，派人守着呢。很好，等到天一亮，我们就可以拿她换药方了。明白。我们应该很快就能拿到魏家的药方，现在看来是一切顺利。刚才杨世轩那个老狐狸也已经联系上我了，我让他到你这里来，我倒要看看他能跟我耍什么花招。现在杨世轩是越来越不像话了，一会儿他来了，我会给他点教训。他手里边只有半张药方，就跟我们坐地起价，越来越不像话，胆子太大。他现在是有恃无恐，拿着药方既当筹码又当保护。难道我们真要给他那么多钱？从一开始我就没打算给他钱，等到药方一旦到了手，他这个沧州警局局长也就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。他还有存在的必要吗？但是惠子小姐，现在我们在沧州是中国人的地盘，明刀明枪是不能干的，而且这个杨世轩越来越难对付了。我知道杨世轩是想先发制人，拿了一半的药方他就想跑，我们现在是投鼠忌器，拿他没有什么办法。但是我保证，我一定不会让他如愿的。宝姨，哎呀，宝姨，表哥，哎呀，宝姨，你这么着急找我来干什么？哎呀，不得了了，善群醒了。啊，他醒了？啊，哎呀，表哥，你说事情怎么会闹得这么大呀？我本来以为善群醒来之前能把钱弄到手，你看现在钱没弄到手，倩倩又被绑架了，你说这可怎么了得呀？倩倩被绑架了？他们怀疑说是日本人干的，现在他们逼着魏鸿生拿出药方呢。哎，为什么不报警啊？魏鸿生打算怎么办？怎么能报警啊？人家说了，报警就撕票。魏鸿生打算带药方去换人。哎呀，表哥，你说这事儿怎么会闹成这样的？哎呀，我现在吓得手都直发抖。哎，别着急。你说善君要知道了，说我偷了药方，他们得杀了我呀。你说你那个钱什么时候弄到手啊？别着急，我已经联络好买家了，很快就能拿到钱。我告诉你，只要你在善群面前别露马脚，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吧。我现在真的很后悔呀，我们能不能不卖药方了，把药方还回去，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？哎呀，宝姨，你已经骑虎难下，后悔是来不及了。你现在就是把药方还回去，善群要是知道是你拿了药方，就他那个暴脾气，你说他会怎么做？肯定是把你扫地出门了。你这，反正我不想干了。你说现在这个样子怎么办吧？啊，宝姨，宝姨，别着急，你先稳住，我现在就去联系买家啊，等拿到钱再说。宝姨，你想想，这可是十足十的金条啊！啊，哎，这样，你先回去，别被人知道了。行吗？嗯。啊，好，走吧。嗯。大侠，这段时间您去哪儿了？您不在的时候，日本人行事猖獗，我们快招架不住了。正南，虽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惠子和沙国宗是日本军部派来的特务，但我们一直奈何不了他们。我这次去东北就是彻底调查他们的底细，而且带回了确凿的证据，我要把他们日本特务的身份公之于众。大侠，您离开的这段日子还发生了很多事情。我听说了，你爹被石田打成重伤。对了，他现在身体怎么样？昏迷了好几天，
不过现在已经醒过来了，应该没有什么大碍。真是难为你了。你们家药方丢了的事查到线索了没有？没有任何线索，但很有可能已经落在了日本人的手里。大侠，还有一件事情更严重，日本人绑架了倩倩。什么？他们怎么说？他们说让大师伯拿另外半张药方去换，大师伯已经答应了。这些日本人真是太卑鄙了，他们看准你大师伯是个为人忠厚的人，一定会去救你妹妹。但是如果大师伯交出了另外半张药方，他们很有可能就得到了金创散整张药方。我既想保住倩倩，又想保住我爷爷的药方，我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。正南，你别灰心，你不是孤身作战，你身边还有我。他们心里怎么说？什么时候交换人质？天亮之后再回树坡。报告，杨局长到了。让他进来吧。是。哎呀，惠子小姐，邵老板，久等了。你不够朋友啊，我们一直把你当朋友，可是你呢，拿到了药方也不告诉我们，你说你够不够朋友？这都是听谁说的？杨局长，哎，你行事小心是应该的，但是跟我们就没有必要再演戏了吧。说正事，药方呢？惠子小姐真是消息灵通啊。啊，不错，这个药方是在我手里，但是呢，我必须要先见到钱，我才能把药方拿出来啊。这按照我们之间的约定，我们已经付给了你一半，而这剩下的要等你把两张药方都拿到手，我们才会给你。哎呀，惠子小姐，情况有变化了。这次为了拿到叶家这张药方，我是冒了大险了。现在他们怀疑我了，按这个形势发展下去，我恐怕很快就要离开沧州了，以后呢也帮不了你们什么忙了。再说魏家的药方不是很快就到你们手上了吗？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们绑架了叶倩倩，魏鸿生很快就会把药方交出来的。他们报警了？他们没报警。在沧州有什么事情是我不知道的。那么杨局长，这件事情你就当作不知道好了。嗯，这件事情我可以视而不见。装，你在那儿装好人。我们是不是之前说好的两张药方一起拿到才算完事？你这中途而废，违反协议呀。沙老板啊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跟我较真啊？什么协议不协议的，说到底它就是一桩生意。这交易的形式和内容，他们是可以随时变化的。你把剩下的药方给我们，我们付你另一半。杨局长这意思是像是在做生意吗？惠子小姐，你们日本人真的会遵守游戏的规则吗？啊，我猜惠子小姐心里想的是，一旦你们拿到药方，那我的利用价值就结束了。到时候你们不但不会给我钱，恐怕连我这条小命啊也会拿走吧。少跟我来这一套，该拿的你全拿了，说话注意点，别那么嚣张。哟，
威胁我？威胁你怎么了？你不是想杀了我吧？杀了你？中村君。你们也不看看，这他妈的是谁的地盘？今天我死在这儿，你们死得更惨。我死了，这世上再也不会有人知道这药方去哪儿了，尤其是关东军，你永远也找不到金疮散的药方，懂吗？中村君，跟我来这套。山本大佐见到我也得客客气气的，你们几个小跟班还真是没大没小的。我现在就毙了你！长脾气了。杨局长，你也坐吧。惠子小姐，其实我跟你们开的价钱并不高，你如果嫌贵，现在有多少双眼睛盯着这张药方呢？我相信他们开的价只会比你们高，不会比你们低。嗯，哎，我知道你们做不了主，所以呢，我给你们时间去请示山本大佐，但是我提醒你们哦，时间不能太长，这药方嘛可是个抢手货，万一他要是被人买走了，我可负不了责任啊。嗯，哟，四点了，哎呀，天都快亮了。我也累了，该回去好好睡一觉了。两位，告辞了啊。你好，怎么，惠子小姐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？撒由那拉。要不是他手里有药方的话，我就一枪毙了他。中村君，先别生气，这件事情我会报告给山本大佐的。杨世轩就是个贪吃的猫，只要我们有足够的鱼，我就不怕他不上钩。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拿到魏家的药方。天快亮了，你去准备吧。嘘。爹，哎呀，善渠啊，来来来来来，快来来，哎呀，慢点啊，哎，来来来，慢点啊，金明啊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爹，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岳父。什么？他听了以后呢，说一定要来见你。你怎么能告诉他呢？哎呀，善泉啊，你别担心啊，所有的事情我都会处理好的，你就放心吧啊。你让他们都出去。魏鸿生啊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好好好好好，哎哎哎，出
出去吧。怎么？出去啊。魏鸿生，你还记不记得我爹说了，药方绝对不能交给日本人。我记得，我当然记得了。所以你绝对不能拿药方去交换倩倩。沈君呐，这可是人命关天呐，我怎么能眼看着倩倩死在日本人的手里呢？你以为我不心疼？倩倩是我的亲生女儿，她是我的心头肉。现在让我割掉我自己的心头肉，我有多心疼，只有我自己知道。是。可是我爹说了，药方绝对不能落在日本人手里。这些倭寇千方百计想得到我们金疮散的药方，就是想拿金疮散去为侵略中国的鬼子伤兵去治伤啊！日本鬼子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想过没有，金疮散药方一旦落在他们手里，会救下多少刽子手？金疮散每救一个日本鬼子，就会害死我们几十上百个中国人。你拿药方去救倩倩，就会害死我们成千上万的中国同胞。为了倩倩一条命，值得吗？沈君啊，这个利害关系我当然知道了，可是你想过没有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我是看着倩倩长大的，你让我看着倩倩死，我能做得出来吗？做不出来也要做。一条命换回成千上万个同胞的命，值。做不到，我真的做不到。算我求你了。哎，沈君，你别这样，你别这样。我求你不要顾全我女儿的命，不要顾全我的命。这药方是我爹用命保全下来的，我一定要守住药方。我宁愿牺牲倩倩的命，牺牲我的命，甚至牺牲我全家人的命，我也绝不让药方落入日本人的手里。你别这样。一定要守住我爹交给你的药方。你就让我去吧，我宁愿做个千古罪人，我也不能看着倩倩死在日本人的手里啊。你答应我守住药方，不要去。不，我不能答应，我真的不能答应。你别逼我发火，你这是愚忠愚孝。但是你替我想过没有啊？师父对待我像个亲生父亲，我就是他的亲儿子。现在你的女儿，他的孙女儿，就要死在日本人的手里了，我能撒手不管吗？我爹不会怪你的，但是我的良心会怪我的。你想过没有啊？你不能去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我就不会让你去的。你要去，除非先把我打死，再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沈渠，你不能啊。你好，沈渠，沈渠，好，我听你的，我什么都听你的，我听你的。鸿生，万事小心。爹，你真的要去吗？二师叔不都劝过你了吗？
你还敢问？启明，你为什么要把这些事告诉你二师叔呢？爹，您就听二师叔的吧。您这么做也救不了倩倩，就算救了她，她也会怪您的。我做什么，我自己心里有数，你就别管了。小玉啊，这个家就全交给你了。你就放心吧，我已经通知了宝仪来照顾二叔，家里都安排好了，你和倩倩一定要平安回来。嗯，报告，中村先生，怎么了？竹内把叶倩倩救走了。什么？叶倩倩跑了？她不是在屋里蹲着吗？竹内俊彦把她救走的。慢着，不好！如果我们没有叶倩倩的话，明天拿什么去换药方？你们干什么吃的？你们，中村君，你去告诉师傅，魏鸿生来的时候一定会带着药方，让他无论如何一定要把药方抢到手。嗨，你们两个跟我来。嗨，慢点，在这歇会儿。有没有伤到哪儿？没有。你怎么会来救我的？我知道沙国宗绑架了你，所以就到他家打探你的消息，没想到真被我找到了。谢谢你。先不说这些了，你逃出来了，他们肯定会知道你要回家，所以肯定会在你家的方向安排人在路上拦截，暂时还不能把你送回家，我们先到别的地方躲一躲再说。好，走。石田先生，因为事情紧急，所以想请您出手相助。我们都是为山本大佐做事的，惠子又是我的弟子，我一定会帮你的。太感谢了。不过石田先生，我这回不方便出面，所以就不跟您一块去了。没有关系，请上，你跟我走一趟。嗨。我们在这儿躲一下，来。好。坐。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先生，其实你不用为我做这么多的，我都已经是魏家的人了。叶小姐，我曾经答应过你，我会一直守护你，为你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心甘情愿的。我不是想从你那里得到什么，你不要有任何的负担。我只是希望你能平安，能看到你的笑容就好了。竹内先生，你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，我只求你答应我一件事。
你说。这次以后，我希望你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。你应该有自己真正的生活。叶小姐，你是在跟我告别吗？你的意思是我们以后都不见面了，连朋友也没得做吗？当然不是，我们是最好的朋友，而且我会把你当作是我一生的朋友，但你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。你能答应我吗？我们肯定还没走远，追！嗨嗨！叶倩倩呢？哼，叶倩倩，叶倩倩是不回来了。石田，你也太卑鄙了吧！你们把倩倩怎么了？魏鸿生，你已经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，顾好自己吧。把药方交出来，我放你一条生路。哼，看不到倩倩，我是绝对不会把药方交出来的。一旦我动手，你是知道后果的。无论如何，药方我都志在必得。大师伯，怎么？别乱来！魏鸿生，去拿药方来换叶倩倩吧。走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你们家的药方。药方。你们果然在这里。竹内俊彦，你给我滚开！我要把这个贱人带走。惠子，我是不会让你伤害叶小姐的。你就愿意伤害我？我知道你是军部的人，可是我真的想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替他们做这样的事情，伤害这么多无辜的人？这些年你究竟做了些什么？惠子，离开中国，跟我回日本。哼，你让我跟你回日本，继续到你家当一个下人，这样的日子我早就受够了。
我从小被人看不起，甚至被你家人扫地出门。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我是日本关东军的军官，是山本大佐的得力助手。在中国，我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谁都别想欺负我。你现在就是一个刽子手，是个魔鬼，别再执迷不悟了。执迷不悟的人是你。这个女人有什么好？你为她不惜一再的背叛我。竹内俊彦，我原本可以为你达成一切，帮你拿到金疮散的药方，让你回到日本复兴你的家族，你竟然为了他不惜背叛我，背叛你的整个家族。竹内先生从来没有爱过你，又何来的背叛？他没有选择用龌龊的方式来谋夺药方，这才是对他家族最大的忠诚。你给我闭嘴！惠子，你没有资格教训我，都是因为你这个贱人。要不是你，竹内君根本不可能对我这么绝情。我和竹内君从小青梅竹马，他心里最爱的人一直都是我。惠子，我一直把你当我最亲的人，你是我的朋友，甚至是我的妹妹。惠子只是这样，你一直都误会了。我断了。竹内先生，你骗我，我不信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到底是选择叶倩倩，还是选择回到我身边？你是我最深爱的人，现在只要你肯求我，我就可以放了你。惠子，叶小姐已经嫁人了，我对她不会有任何的奢望，而你，我根本就没有爱过你，我根本就没有爱过你。二叔啊，你身体还没好，还是先回屋休息吧。别管我，他怎么不听我的话？我一定要等他们回来。二叔，师娘，师娘，师父回来了。啊，倩倩呢？怎么就你们两个？倩倩呢？倩倩呢？娘，他们根本就没有带倩倩过来交换，就派了石田过来抢药方。啊。
欺人太甚，欺人太甚！早就叫你们不要相信日本人，现在好了吧？人没救到，药方也没了。没有，我们保住了药方。魏鸿生，单群，好在药方保住了，不然你就是千古罪人。药方是保住了，可是倩倩还生死未卜。我们家倩倩要是落在日本人手里，遭大罪了。别吵了，马上报警。不行的，不能报警的。他们说了，要是报警，他们要杀了倩倩的。爹，现在报了警也没用，因为我们不知道倩倩藏在什么地方。即便报警，是啊，他们也可以推得一干二净。我想，他们现在没有拿到药方，应该不会为难倩倩。我们再想别的办法。有个人，可能知道倩倩的下落。启明，你这是去哪儿？你一会儿就知道了。你到底要找谁？告诉我。就是那个日本人，竹内俊彦。他在帮沙国宗做事，找到了他，我们就能知道倩倩的下落。你们来找竹内君，以为他会帮你们救叶倩倩？我们只是想问问他知不知道倩倩的下落。他知道，但是他不能告诉你们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死了。他死了？没错，是你们害死他的，是你们把一个无辜的人拉到这滩浑水里，为了救叶倩倩，他不惜去死。他死了，你们不会难过，但是我告诉你们，竹内君这个仇，我一定会报。说竹内为了救倩倩死了，他死不足惜。师父，您都没有抢到魏鸿生的药方吗？是蒙面人又出现了，再加上叶正南和魏鸿生，如果他们三个分开杀，哪个都不是师父的对手。够了，失败就是失败，不要再找借口。师父您别生气，虽然我们这次拿不到药方，但是叶倩倩还在我手上，我们可以继续拿她和魏鸿生做交易。师妹说的对，我们还有机会。他们中间最能打的就是叶正南和魏鸿生，下次再碰见他们就交给我和师兄，而师父您就全力去对付那个蒙面人。只要干掉这个蒙面人，叶魏两家也就没有什么抵抗的能力了。这个蒙面人，他几次破坏我的计划，几次从我的手里逃脱，我一定要让他死在我手里。